三文鱼拍好易处理，但总系有唔少地狱厨神话搞唔掂。今次分享一啲简易嘅处理，帮佢哋破地狱啦。波依波罗蜜。第一种牛油香煎，将解冻好嘅三文鱼印干水，落少少盐调味，跟住落米酒搽匀全身，开中细火，先煎香鱼皮一面。见到佢大约四分一转色，就可以反第二面啦。放一嚿牛油，轻轻搽匀，慢慢等到啲牛油融化，三文鱼就会吸收晒佢啲牛油香味。轻轻煎埋两面，哇！三文鱼依然保存住相当肉汁啊。第二款焗，用盐同黑胡椒调味，再落白酒。以220度焗12分钟，加埋啲柠檬汁，好 juicy 啊！一 pack 4件，仲剩一件添。